购货月享会，在我们平时购货邀请新伙伴的时候，都可获得月享会积分。积分可用于兑换许多的礼品。那怎么查看自己的积分并兑换礼品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进入云购的购货界面，这里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：一是点击首页的月享会礼品的标识；二是通过点击右上角的导航菜单。同样可以找到相应的图标，点击登录。登录后，我们既可在此查看自己的月享会积分，也可在下面查看月享会会员专属权益的具体内容。那我们如何兑换礼品呢？下拉此界面，在此可以查到各个礼品需要兑换的月享会的积分情况，也可以点击想要兑换的礼品的图片进入产品的详情页，即可查看礼品的详情情况并做兑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